久しぶりです。我帮你们翻译一下，今天跟你约会真的感觉很好久不见啊。OK， 谢谢，来握一下手，好不好？握一下手，谢谢。好，谢谢谢谢。这个我们还有一个游戏，其实我想要问一下 Jerry 一件事情，因为我看那个幕后花絮，在拍摄的时候，我看到你在这个拍照的时候，其中呢有这个爱情的密码那样的一个戒指。是可以在上面呢镶上你自己的生日，让你的生日呢永远的，或是对方的生日可以戴在你手上，对不对？对对，而且听那个师傅说你好像很快就上手，做得很好。其实我也还蛮喜欢那个就是那个有日期的戒指，因为我觉得那个代表的一种意义是你会一直记得他的，就是出生日期。对。TBCR を見ているときはジェリー本人自分の誕生日をダイヤモンドを使ってリンクにくっつけたことを見ましたけど、それはその日の話によるとジェリーは早めに完成上がりました。でジェリーはどう思いますかって聞きました。それは自分本人も気に入っているアイテムです。好，那我们接下来呢，麻烦工作人员上道具，好不好？好，我们要让 Jerry 呢，今天现场为各位来示范一下。那今天是8月18号，所以接下来呢，在我们的现场呢，你可以看到 Jerry 要为各位来示范，就是在这个戒指上面镶上今天的日期。Jerry はこの場で今日の日付8月18日という8と18リングにつけることをここで加工してもらいます。现在我们要请这个。